陈永峰小朋友。今天他帮我们带来的是阿信所创作的《知足》。《知足》这一首歌，歌词写得非常简单，但是却非常有意境，反映出五月天对于音乐纯白的坚持，还有对音乐真诚的追求。老师邀请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维持你们的最高品质，撑一下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